今天行政院有请到一个吕参议，还有我们的矿务局的副局长来接受我们自救会的陈情，希望可以把声音带到行政院里面，带到我们的经济部里面，我们要求的是尽速修矿业法以及撤销亚尼这样的违法的展现。可以各位媒体哦，各位族人哦，真的很谢谢你们把这个声音带过来，那让我们了解到，我们也会把这个声音牵上去让院长了解。那今天很抱歉，因为刚好立法院在审我们行政院的预算，所以秘书长就带队全部都过去，那由我来接。那因为这个草案哦，其实修正的幅度非常大，那为什么还没有送到院里面哦？是因为他有开很多场的公听会，那这次确实修正幅度很大，所以。就是院里面也特别针对他的草案，整个有听过几次的报告。那草案我相信经济部这边应该公听会预告都办过了，很快就会送到院里。那我们会签给政委啊，只请政委来审查。那他列我们行政院的优先法案。那这个会期是到12月底，可能会再加开临时会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把它送到行政这立法院去审议。那也真的很感谢大家哦，大热天，那也谢谢族人，大家也见面很多次哦。那我不晓得副局长有没有要说一下。